列大夫中医教室，主持人张怀烈中医师。好，嚟到吓今日星期三嘅呢一集嘅列大夫中医教室。咁啊，列大夫吓，即系啱啱咧喺咪后咧都同我喺度呻啊，即系佢北区嘅呢啲嘅诊所咧，发觉有一个嘅现象，好多嘅吓新界北嘅人咧就少咗去你诊所就睇医生。咁啊，而咧佢哋咧就系选择咗，唔通佢哋系冇病啊，练气功啊，定系练打八段咁个身体好翻咧？又唔系喎，啊，原来佢翻咗去呢一个嘅大陆里边咧，就系求医睇病。啊，列大夫，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出现咗咧？吓，即系医生唔系信一啲信赖得过嘅，即系嗱，你啊买嘢啊，买鸡蛋啊，买肉啊，就话买平啲啫。睇医生最紧要医好噶嘛。唔係嗰個平唔平嘅問題啊嘛，更加何況我相信嚇，你青木堂都照計都唔會即係可以怪依秦博士咁樣，你冇翻兩三億，我唔同你吉針嘅，係咪？咁點解啊？即係唔係話即係好影響到啊個收入啊，或者係你個使費嘅時候，仲有醫療券係嘛？咁點解唔揾翻本地嘅信可有信賴嘅啲嘅醫師啊、診所啊去幫手，而走咗去揾一啲唔知大陸嚇嗰啲嘅黃綠啊、赤腳醫生啊啊依啲嘅大夫係嘛？去幫佢哋手咧啊？點解有咁嘅mentality？你有冇做過少少嘅分析嚇，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啊，咁啊，真係我哋可以代表全香港嘅醫療業者啊、業界嘅人士，無論中醫、西醫啊、物理治療師啊、脊醫啊、營養師啊。乜嘢體系，無論公營啊定私營嘅醫生們啦、醫療者們啦，都要多謝一下啊！我哋嘅老寵物啊，老寵物咧就自從咧成為咗呢個衛生局長之後啦，就取代咗呢個陳肇始係啦。跟住咧，陳肇始姑娘嚟噶嘛，跟住咧調翻轉啦，啊老寵物就係呢個醫生嚟嘅，跟住佢覺得自己咧就啊順從呢個中央嘅意願，跟住咧就令到呢個醫療嘅政策咧就開始緊係大灣區一體化。呢、這個大灣區一體化咧，佢係成就咗有兩三個層面嘅。咁第一個層面咧就係叫做經濟結構。嗱，個經濟結構就係佢會將一啲喺大陸嘅業者拎落嚟香港執業啦，然後佢個牌啊特別易批，或者甚至可以，我哋之前都講過啦，甚至可能唔使考牌可以直接攞啊。佢而家直接唔使考牌啦，佢而家話落到嚟嗰啲招聘咗入嚟做夠一段嘅時間，只要有醫院或者診所肯招聘佢哋，然後跟住請佢哋嗰個人唔投訴就得噶啦。而家係直情係咁樣噶嘛。係啦，嗱呢一個咧其實咧係學中醫嘅。嗱點解我話學中醫呢？因為二十零年前前列腺董建華咧，咁佢咧就話哇中醫講中藥講啊嘛。跟住咧，開始有一啲大陸嘅教授啊、professor 啊、醫師啊，跟住走落嚟香港咧，就叫有限制執業。嗱，有限制執業係咩咧？佢係只可以受聘於三間大學嘅，香港大學、中大同埋浸會大學嘅三方聯合合作嘅一啲中醫診所。嗱，即係譬如我哋見到啊咩東華啊、博愛啊，然後咧就有間叫做三方合作，然後咧就邊三方咧就醫管局啊，跟住中醫藥委員會啊，同埋間大學啊，咁即係將呢個經濟結構咧，首先個人才係往來。好啦，而家佢咪喺度水緊啲專業人士，然後翻大陸發展噶嘛。好啦，這個係人才往來，市場往來就係咁啲人佢點解會翻大陸睇醫生咧？嗱，呢個個重點就係佢係喺個政策嗰度喐啦。個政策點喐咧？佢就會你個醫健通，即係咧一般大家睇醫生去公營醫療機構啊，或者私家，我哋咧會對住個電腦，然後咧你每一個市民個身份證咧係可以入翻個曲，然後我可以睇翻你，哦，你上次喺馬加烈睇完高血壓開咗三個月藥，好啦，跟住咧我睇得到你個資料 record 啊，你嗰陣時開咗幾多日假紙啊，然後做過咩手術，全部睇到。食咗啲咩藥啊？嗰啲咁嘅嘢係咪有曬？食藥啊，做過咩治療嘅行徑啊，同埋你幾時要覆診啊 ？mark 嗰啲位置，然後佢而家咪提倡緊可以將醫健通嘅系統。同埋醫療券，即係老人家睇醫生啊，然後每年有翻啲錢係可以俾啲老人家配眼鏡又好，買心容海味又好，有啲咁樣嘅做法噶嘛，或者真係睇醫生又好。好啦，然後咧佢可以你喺深圳嗰幾間醫院啊，廣州幾間醫院，你一樣可以用喎。咁呢個嘅大灣區融合，一國兩制啊蕩然無存啦，大家都明白一國兩制都係一個咩嘅笑話嚟㗎啦。好啦，但係而家佢就係將呢樣嘢。由市場、由經濟層面同埋政策層面一喐完之後啦，然後就會令到啲人咧，哇！我如果翻大陸睇，我就100蚊；如果我香港睇，
我就250或300蚊睇一次，哇，平3倍喎！然後我住喺北區啊，我住粉嶺，我住元朗，我搭翻去啊，1小時生活圈，我好似仲快過出荃灣喎。好啦，跟住咧喺北面啊，成個新界咧好多嘅人士仍然係唔介意，好似我哋上一集講啊，佢可能會食螺絲粉去翻大陸唔知食酸菜魚食其他劣食。咁既然食嘢又得，睇醫生又平咁多，然後又近喎、哦。我落去油麻地，我落去港島銅鑼灣，我仲遠過翻深圳，點解我唔翻去睇咧？你又可以睇到我嘅資料啦。好啦，但係佢哋唔記得一樣嘢，就係同劣食一樣，即係如果醫生跟開你，香港以前成就嘅無論中醫同西醫係有把關嘅。而把關呢一陣係我哋嘅醫療者基本嘅守則、標準同水平。好啦，但係翻到大陸啦，你睇個醫生係平1/3、平2/3，但係佢哋就係用咗一個經濟開始轉差，睇醫生都要格價。睇醫生唔係為咗病好，而係希望揾一個平嘅醫生嚟睇啫。咁即係又係追尋一個劣質文化、質素、信仰，佢只係信錢。佢唔係信希望個身體會變好，所以咧而家喺北區喺呢一個新界好多嘅地方，其實唔單止我哋啦，唔單止我哋中醫啦，唔單止西醫啦，其實有好多牙醫出曬名啦。牙醫就係之前喺深圳，哇！你香港整隻牙8000蚊，你翻去1500蚊，係咪？佢已經唔理其他嘢噶啦。跟住仲有好多人會附和噶喎。隔篱阿王伯阿可伯话：，我上个月喺深圳啊剥完只牙，几舒服啊，手势好过香港添啊！嗱，跟住咧嗰啲街坊咧，咪一个传一个咯。跟住佢哋唔会理质素啦，咁佢哋只会上去，但系佢已经完全唔记得香港以前嘅医疗系统或者任何嘅专业人士有个把关性，而系净系用个价钱嚟想象进入剥牙剥死人，我都有听过噶喎，喺大陆有啊有啊，因为咁嘅我以前睇嘅牙医咧都系一啲即系都劲嘅，牙医系有几个专科，如果万一蚊牙啦，我哋净系讲蚊牙先啦，即系唔讲杜牙根啊或者其他嗰啲咧，蚊牙咧系好需要咧，如果你系智慧齿或者大牙，佢有好多系近神经嘅位置嘅。如果你不做 CT 咧，你是不會知道它會不會啱啱踩正嗰條線嘅。呢個第一，第二就是它開的抗生素，抗生素一定要吃的啦，你剝牙一定要吃，你冇得冇擋唔到嘅。你中醫西醫都你都要吃的，不要迷信不吃抗生素，因為你的傷口大咧，如果你的傷口位置入了細菌咧，其實咧你就可以變成溶血或者敗血症。一敗血症咧，你就全身 fever， 跟住咧就可以隨時攞命嘅。細菌會沿住個傷口入噶。好啦，啱啱講就係要有 CT 啦，真係要有專科嘅醫生啦。佢自己嘅教育個培訓調翻轉啦，掛羊頭賣狗肉，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後邊香港大學已經唔係以前我哋認識嘅香港大學啦。嗯，佢喺深圳或者邊度又開個分院，然後調翻轉入邊嘅師資，所謂。我有10个教授，跟住呢原来有2个喺香港上去嘅啫，另外8个咪又喺返广东省请返嚟嘅。咁其实全个嘅教育啦、医疗质素啦、政策啦、医疗券啦、医健通啦、病历互换啦，全部嘢佢都系 facility 成个大湾区融合喺个我哋嘅医疗嘅产业上呢，其实香港而家你话最重灾区系影响新界地区。但我相信喺不久将来喺1年2年呢，应该开始变成了一个风气、一个习惯的时候呢，全港其实有几大啫，荡然无存的，整个系统就会被大湾化。一大湾化之后呢，其实你的消费你吃螺蛳粉你去开药你去整牙你去看医生，然后呢你去督波你去桑拿你去按摩练骨，乜都系都返晒去㗎啦。所以而家呢一個世道咧，對於好多嘅專業人士同埋好大量嘅飲食業嘅商家或者零售嘅商家咧，而家係唔係寒冬啊？這個寒冬係唔會過噶啦，已經宣布死亡噶啦。其實你可以喺背後你要明白佢個 logic， 再覺得白啲啦嚇，就係將大陸過剩嘅人口或者嘅勞動能力掟落你香港，要我哋幫佢 absorb 佢。另外第二樣嘢嘅就係用我哋香港嘅一啲嘅資源去成就。令到大陸裏面嘅醫療結構或者其他啲飲食啊各方面嘅嘢就唔好冧檔，因為
有我哋譬如有醫療券嚟講咧，咁啊已經係講緊咧，就係用緊我哋香港人嘅呢一個資源去養佢哋啊。第三，我哋提供源源不絕嘅呢啲嘅顧客或者係韭菜啦，掟上去大陸，俾佢哋係逐日有公開。喺咁嘅大灣區一體化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吸乾吸淨，同埋要我哋咧就係硬啃佢一啲嘅過剩嘅一啲嘅勞動力，全部咧嗱，如果講真。你係一個比我哋更加優勝嘅民族啊，或者嘅科技啊、文化各方面嘅水平啊、良心啊、道德操守啊、標準。如果你係全部都係 work 嘅，簡單啲講，譬如我係墨西哥，你係美國，我哋啲人拱晒過去你嗰度，或者你醫生來墨西哥裏邊幫佢醫人嘅，咁咪墨西哥有着數啊？而家調轉咗啊嘛，你哋嗰啲係水平低，唔到唔入流，係嘛？冇規管，唔掂當。而仲要我抌咁多嘅钱去成就你哋，之余仲要俾啲人命你哋去教飞，而搞到我哋喺香港里边嘅专业人士揾唔到食啊嘛！呢个就系即系赶绝紧香港嘅活路噶噃，其实成件事系。系啊，呢个系人口清洗嘅计划入边嘅人口重新配置。咁其实我以前咧喺十零年前咧，我喺大陆咧就会做一啲你当系扶贫啦，同埋义诊嘅工作。嗰阵时我去西藏啦，我会发现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嘅。去到西藏咧，见唔到西藏人噶。西藏嘅人咧都系嗰啲陕西啊、甘肃啊、四川啊嗰啲人嚟嘅。因為佢將嗰個人口換咗，跟住咧就會有個種族嘅 level 啦，即係好似當年元朝蒙古人，你會分四個 level 啊，蒙古人第一，跟住契丹人啊、色目人第三、漢人第四種。咁其實呢一個係將你嗰個本身嘅城市咧，首先將佢文化抽走啦，然後將大國嘅文化注入完之後人口注入，然後再將你某一啲人口抽走。咁其實呢個咧，我哋叫洗牌嘅過程啦。咁無論喺業界上、執業上，全部呢條路線咧係一個不歸路咯。咁所以香港嘅我哋以往中意嘅文化，我哋嘅專業制度嘅考核，我哋嘅好多嘅政策同埋我哋嗰個制度嘅公義，咁其實而家見得到啦，蕩然無存啦，冇咗噶啦，冇咗噶啦。好啦，我想請問啊，即係以你做中醫一個嘅專長啦，咁我又唔好講話即係咩牙醫啊、西醫，唔好理佢哋住啦，講翻中醫啦。你覺得對你一啲嘅病人，譬如喺北區嘅病人啊，唔揾你青木堂啊，而家揾咗去大陸裏邊，有冇一啲嘅例證啊，醫壞咗啊、醫衰咗啊，甚至乎醫死咗啊？即係嗰個嘅危險程度，點解你會提議千祈唔好咁草率走去翻去大陸揾，求其揾個醫生去睇病咧？嗱，醫死咧，我就真系冇咁嘅 case，因为讲真啦，我哋中医咧系一种我哋叫门诊医疗系统，我哋通常咧系对一啲慢性病啊、一啲相对长期嘅一啲调理啊，或者一啲身体嘅痛症啊，你话如果真系咁都医得死咧，都好犀利。咁但系咧，你话喺香港，我哋有啲案例嘅。但系就暫時主要個問題都係喺北面啦，即係新界地區嘅診所啦。咁我哋會有時見到啲病人咧就話落翻嚟啦，跟住咧佢哋個單價可能係真係平好多，可能平3倍，嗱平3倍睇一次醫生。但係跟住佢發現啦，原來開始越嚟越多增值消費。我唔係講話佢醫壞啦，醫到唔好啦，或者冇嗰個效果啦，而係淨係講佢個面價咧係話100，跟住咧就開始啦，就係 ask for 乜嘢啊，然後你加多啲嘢啦，係啦，跟住咧就再整多啲整多個咩治療啦，跟住咧嗰張價單咧就會慢慢升 level，等佢同你培養咗一個信任之後啦，跟住慢慢加。咁大家明白啦，其實喺大陸嘅醫療體系，我哋以前都呢幾年都講好多。譬如醫療係咩嚟呢？你係唔見錢呢，就唔可以入醫院嘅，白車又唔會出嚟救你嘅。然後呢，你唔見錢呢，唔交咗個訂金呢，因為佢個美其名外係驚醫鬧啊嘛，即係嗰啲農民啊拉大隊要走去斬個醫生啊嘛。咁啊，但係調翻轉啦，你問我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呢？其實根本就係佢要先收錢再醫人。咁既然係一個咁樣睇係 train 同埋培訓嘅醫療制度。其實我哋已經對於佢嘅醫德會好有一個懷疑，而呢一樣嘢，你無論醫術幾好都好，更加何況你又冇把關，你淨係個價錢平，我自己個人係唔建議，即係
乜嘢都翻大陸消費，包括尤其是睇醫生，即係好簡單嘅。譬如你呢排遇上一個法律嘅問題，你會相信一個係喺英國大律師公會，然後呢個蘇格蘭難唔知咩咩咩院士嘅一個全球化嘅大法官，定係一個江門嘅市委，然後入邊有一個唔知乜嘢嘅律師？好啦，兩個嘅水平咧，其實超然若揭嘅。我哋講喺制度上，喺成個醫療嘅體系同埋個嚴謹性咧，香港以前嘅香港嘅醫療體系咧係同世界接軌的。但係中國嘅醫療咧，我唔能夠排除佢一定有人才，但係究竟係唔係喺大灣區入邊咁多醫生？你知中國大陸淨係講中醫咧，我記憶中係有100至120萬人嘅。100至120萬人，在12至15年前大概有80多萬人。咁你能唔能够保持得到嗰个 percentage？ 你认为你遇到嗰个中医嗰个医生个质素同个水平有几多先？调翻转我哋香港，喂，讲真，而家你话香港多中医，你咪嗰而家执业紧嘅咪几千一万个，西医嗰个咪万几个。咁我哋嗰个人口基数啱系唔同，但系。因為大陸是一個很大的地方，所以它的人口流動，包括它的醫生啊、醫師啊、專業人士流動是很多。你隨時可能在廣州，你見到個山西啊、黑龍江、哈爾濱嚟的醫生，好啦，不是話看不起它，但係調翻轉啊，100萬個中醫，我只係計中醫100萬個，咁其實你撞到領嘢的機會咧，係永遠比香港高。其次就是因為它把關鬆啊。他平日可能是在啲村嗰度帮啲农民医病，他不是在城市嗰度，或者医猫嘅就喺大陆村里边，而家就系帮佢睇做手术。猪啊，系啊，即系啲动物啊，咁啊，即系呢啲咁样嘅情况，我都唔需要逐项细讲啦。所以如果即系大家如果真系为身体健康，即系一啲专业嘅行为咧，其实真系交翻俾啲专业嘅人士。香港以前个系统。出嚟嗰陣醫生同埋醫師，咁其實咧個專業性咧就一定好好嘅。咁但係咧喺未來，我自己我都唔敢包，因為未來佢如果個牌咧好鬆咁樣批出嚟，好啦，咁我都唔知佢喺香港嘅制度經過佢嘅試練歷練出嚟啊，定係調翻轉原來哦，佢喺汕頭嗰度咁啊做咗5年，跟住而家申請落嚟香港，因為咧個汕頭得3500蚊人民幣一個月，喂落到嚟有35000喎，咁佢梗係落嚟啦，係咪啊？你仲可以咁樣開放嘅，然後又唔使考牌，嗰條連嗰條最後嗰條紅線都守唔住，咁又點搞咧？落嚟嘅醫生。唔敢包啦，但而家呢刻喺香港揾醫生、揾醫師，中醫西醫都好咧，理論上個百分比其實係可信嘅機會一定高過喺大陸睇，所以唔好淨係睇價錢啦。咁好啊，咁啊，另外有一樣嘢咧，我記得好似咧，即係喺啲十殿阎王殿啊嗰啲嘅死罪啊啲，要點樣落油鍋鋸頸啊，即係從中斬開兩半啊，其中有一個好大嘅呢一個嘅罪行就係賣假藥啊，賣假藥會累死人噶嘛。咁啊，其實喺中醫喺大陸裏面咧，即係佢哋用假藥啊，依一個情況 common 唔 common？ 其實講真嗱，可能佢唔係會用一啲會令你死人嘅一啲嘅假藥，但食咗冇乜效用啊，或者用一啲次等啲嘅一啲嘅藥材啊，或者係用唔足料啊，你都知㗎啦。大家嚟一見大陸裏面啲全部都係攞啲粉撈曬㗎嘛，已經係預製曬一包過俾你。咁如果你個醫生嚇，即係唔好似青木堂咁樣，即係買啲好嘢翻嚟整好曬，咁啊求求其其咁，即係撈埋一堆嘅藥粉。你係冇辦法知道佢裏邊係咪有咩薯粉啊、豆粉啊，又或者嚇即係木糠啊，定係點樣？你唔知喎。嗱，佢唔需要100% 用曬假嘢啊，佢用60% 係真，40% 係一啲唔會對你身體有傷害嘅一啲嘅藥材，係嘛？咁你都死人啦，你起碼你啲醫即係醫翻翻嚟嘅效果冇咁好。呢種會唔會都有出現嘅情況咧？嗱，呢一個咧我就即係唔敢講，因為我真係唔知有冇咁嘅情況，但係。按照咧track record 咧，即係喺中國內地咧，所謂地大物博，乜嘢事都會發生嘅。食物可以假嘅，隻蛋又可以係用明膠整嘅。跟住咧你話好似以往嗰啲不法商人啦，啊開啲川貝俾你，然後撈啲平貝落去，或者再撈啲撈啲澱粉啊咁啊，唔俾洗衣粉你叫好噶啦。18層地獄個結構，我唔記得大概第幾層嘅。咁賣假藥嗰個咧。其實是傷害他人身體而導致滅佢佛性，
断佢个善缘啊，提早咧就送佢上见上帝，而导致佢冇办法修复，所以咧系一个好大罪。我唔记得系讲大话欧利根啦，卖假药，我记得好似系好高层，即系好严重嘅罪行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即系下世行乞啊定咩啦嗰类啦。嗯。好啦，呢一啲咧其实系我哋讲点解中国人社会系会有啲咁样嘅警世嘅嘢咧，系因为中国人确实系要管嘅。因为呢个民族咧，如果你唔吓下佢咧，佢哋真系好多坏事可以做出嚟。咁呢个系一个道德层面。好啦，而家呢个世代仲大镬，因为冇咗个宗教啊，冇咗宗教体系喺度啊。跟住佢见你咩宗教都好，你会威胁到皇上嘅，咁你个宗教唔可以讲你嘅嘢啦。嗱，呢一个咧就会导致点解咁多劣质嘅食品啊、劣质药品出。但我唔能够讲究竟药会唔会咁，但系我自己个人相信啦，因为 track record 关系有好多嘢都系造假嘅，我唔排除啦，可能会有一啲咁样嘅机会啊，即系假嘅食物咁都已经有咯，咁我更何况喂我正常收你我话俾人心你，然后原来我俾沙心你嘅咁，即系呢啲你可能未必知，所以我哋点解嗱香港同埋我哋嘅药物咧，我哋一定系用台湾药。我哋一定用舜天嘅，因为舜天系而家我哋叫全台湾最大嘅药厂，而佢哋当然啦，absolutely，佢哋嘅药物取材咧都有好大比份系喺大陆嚟，但系个重点系佢间厂已经80年历史，制作呢个浓缩中药，而佢系需要经过咗无论台湾嘅政府啦，佢嘅食物同埋药物嘅检查啦，然后佢嘅重金属同埋残余农药含量啦，然后佢个标准化嘅制式，呢一个就系当年日本人制出嚟呢一种浓缩药嘅方法。然后即系好似啊，我哋平日饮咖啡啊，我哋如果真系想饮嘅，你可以磨咖啡豆，然后咖啡粉，然后漏豆，但系调翻转，我哋平日饮嗰啲干燥粉咧，其实中药而家嘅浓缩药咪就系嗰样嘢咯。一经过咗有 QC 有质素嘅管理，有 QA。好啦，睇清楚晒啦，呢一啲就系我哋可以如何作为一个中医师信赖我应用呢只药物，所以我哋用嘅药都系会经过晒呢一啲全部嘅检查，即系 GMP 药厂啊，点都好啊，重金属含量啊，全部 pass 晒嘅。但系如果万一你贪平嘅，你翻大陆嘅，跟住嗰个人虽然可以睇到你医健通，可以用到医疗券，但系调翻转你冇办法了解呢一间大陆嘅医院或者诊所，佢入边药嗰个批发。同埋佢採購藥物嗰個廠究竟係去到邊個 level 嘅？我無論當你嗰個國藥啊、中國嗰啲藥啊做得間公司有好大嘅市值又好，講乜都得。但係調翻轉啦，我哋淨係睇翻早幾年嘅疫苗。喂，疫苗你話科興又好，你話國藥疫苗又好，係咪啊？係咪講到好犀利啊？咁而家去到最後，咪發現你間公司幾大都好，你個疫苗都係冇用噶嘛？冇用就冇用嘅，唔關你間公司。而無當。系啦，就系呢啲咯，所以大家小心啊！嗱，列大夫，我真系想同你研究下呢个问题。嗱，你讲咗好多嘅好处，即系我哋揾翻本地嘅医生睇医生啦，即系医师有规管啊，一个嘅医师受过严谨嘅一个嘅训练，个 clinic 里边系有医务处嘅一个嘅监管，唔可以犯例。用嘅藥啊，各方面嘅嘢咧，即係都有一個嘅規範啊，同埋係入啲正統嘅一啲嘅藥行裏邊俾翻嚟嘅。嘅藥物啦，但係咧，即係呢啲嘅嘢已經擺晒出嚟嘅，即係咁多年都睇到嘅，但係仍然都出現咗呢一種即係北區嘅新界人，或者係遲啲影響到整個香港好多唔同嘅區份嘅人咧，都有一種話翻大陸睇醫生啊、喺醫牙啊、睇西醫啊、仲揾隻醫啊，呢種嘅呢個情況出現，即係可能佢哋嘅諗十幾億人。都醫唔死啦，一樣係得，醫翻好，唔通佢個個都係咁壞嘅呢？咩嘅醫生咩？你都傻嘅，靠客抹黑呢一個嘅中國，咁你點搶翻呢啲客翻嚟咧？嗱，我會用另外一個角度嘅，因為咧，我以前喺大陸都生活過一段時間啦，有工作啦，跟住咧喺十幾廿，識佢哋啲女啦。啊，唔係嗰啲唔會嘅，我話唔係啊，污糟啊，污糟啊。咁樣又唔係幾好，要洗乾淨唔係啊，堅㗎，因為我哋係講緊衞生條件問題啊。因為佢哋個教育咧，個教育咧，佢哋本身個衞生意識係相對低嘅，而唔係好似我哋現代人洗乾淨就擺入個口度吞咗佢嗰啲啊。哦，即係螺蛳粉咁啫，我講緊係，我講緊飲食啫，係啦。
咁因為咧，我喺大陸有好多唔同嘅省份地方，我之前都遊覽過啦，同埋有啲工作啦。跟住大家有冇留意中國大陸居住嘅人咧？佢哋通常咧個嘴唇個顏色咧係深紫色嘅。嗯，佢哋通常啲面色咧好黑啦，老得好快啦。因為我以前有識有啲朋友，佢係即係冇計啦，即係好似阿鱷魚你成日鬧嗰啲啦，即係娶大陸女人嘅，跟住咧。原來佢已經四十幾五十歲，然後咧佢個樣，佢個外父咧，原來咧就仲細過佢，然後佢外父以為佢廿幾歲啫。香港人一直都係保持一個相對年青嘅樣，但係點解有啲大陸人咧？啊，譬如去到四十零歲，然後一望個樣，哇，五十幾六十歲咁樣，其實係同佢飲食有關。佢飲食本身元素周期表、化學物。水源污染、土壤土質污染，如果你冇一個嗱，我當你嗰啲嘢要照食，冇計嘅。但係你要照食嘅時間，你起碼要有一個良好嘅一個食品安全或藥品安全嗰條線啊，而唔係你可以隨處喐噶嘛。你見唔見之前講中國大陸佢咪話啊嗱呢、這個水質咧係完全合格嘅？因為是按照中國的標準，但調翻轉將同一個水拎去歐洲、拎去美國的化驗室，人哋話已經領嘢啦，已經超標啦。咁你自己生產出嚟嘅質素低，你就將嗰個要求降翻低嘅，然後滿足嗰條線嘅，咁你咪自欺欺人咯。所以我只能夠講點樣可以令到如果即係有其他香港朋友淨係睇錢啊啦，跟住平啲，然後翻大陸睇醫生。好啦，你要問我嘅，我可以同你講，你第一睇一睇個醫生佢自己咩樣先。第二，佢自己如果可能好似我啱啱嗰啲病徵啊，嘴唇又黑啊，好似個面又鉛中毒啊，跟住自己係元素周期表啊，咁你都比較難相信。其三就係揾一個中醫，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個中醫本身咧望落啦，起碼光鮮啲啦。即係我唔係話要有錢嗰啲，你唔好甩頭甩骨啊，跟住哈爾濱啊，啲手指甲啊，全部都僵屍咁樣，啲啊黃冚冚啊，有灰甲啊嗰啲。嗱，所以咧，即係乾淨企理係一個專業形象。咁啊喺應診嘅過程間咧，尤其重要。咁即係唔通我應診嘅時間，我揸住杯酒咩？係唔會噶嘛，我著翻個白袍啊嘛。但我平日我有自己私人時間，我咪做翻自己啫。咁所以咧，睇呢樣嘢，有好多喺中國大陸嘅醫師咧，我唔係講佢個土氣未去啦，但係調翻轉佢哋對於事情嘅了解程度，我哋好簡單一樣嘢。我點解醫男性功能出問題咁叻咧？因為我哋係有依一個嘅問題。唔係啊，唔係因為我實牙咧，我哋係好。好挑通眼眉嘅人嚟噶，你講一樣嘢我就知道，哎，點解？哇！你話搏嘢頭痛喎、或者搏嘢腰骨痛喎、因為我會首先由你個動作姿勢，同埋你個頻率，同埋時間，同埋你嘅發病嘅位置區域，我會多方面去分析，然後了解你嘅問題，然後我就好快揾到個病因。好啦，調翻轉啦，喺一啲禁制言論自由思想。沒有自己一個想法，學術自由都已經是極度岌岌可危的地方訓練出來，他只能夠陳腔濫調，對著本書就直講而已。即是那類的醫師呢，我們在大陸見很多的，極度靈活的思考，去到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其實他只是說、你腎虛、你肝鬱、隨便開些藥給你咯，結果就是100元就是這樣，即是你看300元和100元就差很遠，所以你不用擔心，見到神仔甚至醫師好像剛剛入到青春期咁樣，其實佢係一個好資深嘅一個嘅醫師，只不過佢食咗防腐劑，唔似大陸醫生咁老。係啊，即係落啲鹽啊，落啲辣椒啊，同埋加埋防腐劑，所以啦神仔啊，或者我哋香港青木其他嘅醫師咧，其實第一重點過曬全部嘅醫師都有 QC 噶啦，都有 quality control 噶啦嘛。過曬全部嘅標準考核，我哋嘅醫師全部都係每一個都要考牌嘅，唔係直接攞翻嚟嘅。其次就係佢哋嘅好有心啦，即係都係我哋即係香港嘅醫師啦，咁非常有心嘅醫師。咁其次咧就係佢哋嘅學術全部都係即係都係經過正規嘅教育一層層出嚟。
即有些人會 challenge， 你中醫不是大陸讀的，嗱唔緊要，你大陸讀定係你韓國讀定係澳洲讀，但係最緊要就是我哋翻到嚟香港考咗個牌，我哋係經過考核嘅，咁就同譬如大陸啊，佢話經大陸考核，但係我就唔知佢咩啦，即係兩個世界嚟啦。所以香港朋友如果你話真係去消費食嘢又好，睇醫生又好，我都係奉勸翻啦，喂命嚟嘅。看醫生是生命來的，健康來的，盡量找回一些即本地啦，幫回香港的一些業界，其次就是質素都會有保證，不是就敲黑面那些醫師啊，好像鉛中毒啊，然後嘴唇 又發紫啊，即是我見到我都沒什麼信心咯。咁啊，命系一条嘅啫，咁你自己吓，即系点样去珍惜你自己条命啊？嗱，我听完你讲完之后咧，我都觉得依个逆转唔到个大势噶啦，我而家就唯有就拿一个诅咒啦，快啲上去死多啲人，闯多啲祸，医坏咗吓，咁啊有媒体多啲报道，咁啊吓翻你班 cheap 友落翻落嚟咯，唯有系咁嘅啫。唉，但系呢个唔知啊，呢啲唔到我哋话事啊，唔到我哋话事啊，即系。我哋只可以做翻好自己嘅 standard 嚇，即係總要有一日呢扎人咧就會知錯嚇，你唔死過嘅，咁你點會知道嚇？如果你做咗一個錯誤嘅 decision 咧，死翻幾個依一個嘅性功能勃起障礙嘅老友上去醫完之後，成條嘢甩咗，咁你咪翻翻落嚟揾阿列大夫幫你縫翻佢咯，唯有係咁樣嘅。系咪先？系啊，慢帮啦，缝到缝啦。系啊，系咪咁样啊？咪点啊？你唔死过，唔见棺材，你哋班友点会流眼泪啊 ？I told you so， 系嘛？即系一直以嚟都系叫大家唔好做呢个妄居嘅嘢，咁但系你哋都要做嘅，咁啊唯有接受你哋即系要濑嘢嘅呢一个嘅宿命啦，系咪？咁啊，今日系咁多啊，叶大夫，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吓。好，下星期见，拜拜，拜拜。